你啊，这个是最耗力气的爬绳索圈圈。但是米娅这是体能极限王，什么？所以我说你是体能极限王啊。对啊，体力又好，快到了一个休息的地方，你需要休息一下吗？不用，不用哦，那你就继续沿着这个爬，爬到树屋下面，我在树屋等你哦。好。